怎么突然想喝酒了？能喝吗你？大不了你背我回去。你和林佑还好吧？挺好的。 我就是在想啊，感情有的时候挺像双打的，好不好吧？两个人说了算，一个人说好，算什么？对，两个人的事儿，一个人再全情付出，到头来纯属自嗨，另外一方完全不在乎，甚至有的时候。 还会觉得你烦。你和林佑谈了也2年了，说实话，有的时候你们两个腻歪起来，我觉得比黄俊还恶心。所以你不算自嗨，林佑还是喜欢你的。有时候我挺看不透他的。 我建议你啊，好好的跟袁成聊一聊，他这个时候回来，明摆着就是添乱的。你让他该回哪儿去回哪儿去。如果你真的爱林勇，坚定一点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哥们儿相信。 关于那件事情，那个拥抱，是我一厢情愿的抱林佑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他之所以会护着我，也纯粹是因为我的手受伤了。我希望你不要怪他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当初都已经选择离开了，现在回来骚扰他干什么？我跟他之间是一场误会，比起能跟他在一起。 我更希望他能够幸福。如果你真的为他好的话，当初就不应该离开现在，更不应该回来。怎么，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一心为他想的情圣吗？如果你足够相信他，我回不回来，我们做过什么，至于让你愤怒成昨天那个样子吗？你是害怕，他会放弃你，选择我。我告诉你，袁成，我跟林佑已经好了快3年了。 当初是你像儿媳一样跟他提分手，是我，是我陪着他走过痛苦的时候。就算你认识的时间比我长，但付出我不比你少的。你口口声声说付出很多，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要把他强行留在自己的身边，不让他出国留学？我没有不让他出国，可是我听说他已经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了。你说你为他付出了很多。 但是你知道他为了你迁就了你多少吗？他为了你放弃了多少，包括现在。
我那天，我不是故意要护着他的，因为他肌腱断裂，所以早就知道他回来了。前几天情绪反常，都是因为他。对不起。你昨天跟我说你想放弃出国，其实不是舍不得跟我分开，而是害怕，对不对？你害怕分开了之后你会动摇，你害怕一个人在国外面对袁安城，是这样吗？李耀，你听着，我成了，绝对不要你为我放弃什么，我更不要你内疚，我就希望你能够幸福，不管结果是怎么样，我都可以接受的。这是你们第一次自己去参加比赛，要好好加油。师姐，那你不陪我们参加比赛了吗？这次我不行了。林耀，之后的事我改天再和你们说吧。嗯，好，走吧。林耀，我不是当事人，我没有资格说什么。但是作为你和程朗共同的朋友，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程朗了。你都知道了，当初你跟袁安城分手的时候你有多难过呀，是谁帮你走出的困境？现在他回来了，即便当初的事情他有多内疚，多想跟你复合，你怎么能就这么离开程朗呢？他有多爱你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袁安城刚回来的时候，我巴不得24个小时都待在程朗身边，不给袁安城任何机会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我是害怕自己变心。林勇，我不是你。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纠结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我真的希望你能想清楚。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和你一样，放下自我，但是这太难了。C.R. 这是程朗，你喜欢的。
就是陈朗，对吧？反正我现在就要去和林佑说清楚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好啊，那我跟你一起去告诉林佑，孙亚瑶就是陈朗。林佑，我小菊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心底的秘密说出来，但是感情的事情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。我知道你有多委屈，见不着他，也许能够很快走出来。我觉得他可没有那么容易走出来。你又知道了？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是我有丰富的爱情理论基础呀。像陈朗这样痴情的男生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对林佑的感情可不是一般的深，哪有那么容易走出来？教室来了，以后呢，不许和其他女生眉来眼去。我警告你，陈朗，你远一点。陈朗，你放开他，你放开他，陈朗，你不要碰他，他手受伤了。谢师傅，走吧，林佑。舍不得这里的朋友啊。去了那边也可以交到很好的朋友的。走吧，林佑。要去旅行社的，但是我刚刚在公交车上，我就在想，你要是出国了，我可能就好久都见不到你了。林佑，我舍不得你走。小菊，对不起，也谢谢你，林佑。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还是舍不得你走。你到了那边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你和陈朗，你们都要好好的。你到了那边，不准忘记我，要保持联系，好不好？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，去感受平凡里厚重的声音。
是放下自己，虔诚地信仰到底。我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，去找回一路上存在的意义。人生苦旅，让灵魂休养生息，勇敢地爸，牛宇，这是谁啊？中国黄页的创始人，看了我开发的网站很感兴趣，想拉着我一起创业呢。我还在考虑，明天给他答复。这人名字怎么那么奇怪？走吧。陪我坐会儿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还愁眉不展的？还是因为程朗吗？程朗最近心事重重的样子，表面上看起来吧，好像没什么事儿，但我知道他心情不好。但现在吧，我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他。时间会是最好的良药。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嗯，你别不开心了。同学，学校广场露天电影只要5块钱，就可以看遍周星驰所有电影。周星驰绝对笑翻天，可以了解一下。啊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程朗哎。嗯，要不你打电话约一下他。怎么不接电话啊？程朗，阿普，阿普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一直给程朗打电话，他都没接。我去宿舍找他，他又不在。他不是一直在宿舍开发网站吗？他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？夏菊，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啊？什么怎么想？我，还有程朗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什么都没想。现在程朗单身了，你不会又……你胡说什么呢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担心他，你不是也很担心他吗？你能不能别瞎想了？可你总归还是要做出决定的。
哎。程朗去坡州找人谈网站开发的事情了。那就好。那我走了。陆十一。啊？怎么了，主任？找我有事啊？是这样的。我们跟苏黎世大学有个交流项目，有两个名额，一个给了沈多，另外一个系里决定让你去。你和沈多也很熟，过去也有个照应。你准备准备，等那边开学了你就过去。您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呗，主任。考虑？你知道这个机会有多难得吗？这所学校的医学院在全世界都是排名前五的，你还考虑什么？那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跟家人商量商量呗。你尽管商量，我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，还从没见过学生被保送出国，家长拦着的。你再找借口，看我不揍你！拿着资料赶紧填，填好了交上来。谁啊？程朗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吃的呀，看，火锅。我好羡慕你啊，一个人住一个宿舍，我们就能大大方方的在这儿吃火锅。过两天我也要走了。啊？我之前做的那个网购平台网站被一个公司看中了，所以我打算接受牛宇的邀请，跟他一起去创业。他们连房子都帮我租好了，下周就走。下周？嗯，这么突然吗？我的学分都修满了，留在学校也没什么事儿干，不如出去闯一闯。不是，丁阿姨知道吗？还有你学校的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？你这么多东西怎么带？有没有人送你啊？那边天气是怎么样的？你该带什么样的衣服？你知道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好像问太多了。小菊。嗯。谢谢你一直那么关心我，不管是在现实生活里，还是默默的在背后，给了我很多力量。芒果布丁。隐藏得很好呢。如果没有你的鼓励和支持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熬到现在。我真的很感激你。如果你以后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你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，就是不能接受我对你的感情。我一直把你当亲人，跟十一一样，你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。说到底就是不喜欢我呗。哎呦，我逗你玩的，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过去了，而且你又不喜欢我，我夏小菊不可能在你这一棵树上吊死，是不是啊？说实话，其实我挺感谢你的，如果没有你和十一的话，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不想失去跟你和十一之间的友谊。你和十一呢，永远都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哟，给我开了，快快快快吃。哎呀，来下来下。嗯。你真的要去留学啊？夏小菊怎么办？你跟他和好了吗？
没有。你说你们俩怎么搞的呀？是刚在一起多久啊，就吵成这样？那你还喜欢他吗？喜欢。你喜欢你就去哄啊！你个大男人有什么拉不下脸子的？你别像我一样啊！失去了才知道后悔。你不跟他和好了再走啊？你们俩就彻底分了。哎呀，你慢点吃，你看你身上蘸料。我的衣服。还好是我女朋友留了个围裙在这儿，她洗衣服用的。不用太脏了，来，伸脖子。是吧？张老。有一个你，狂奔在高原。无声的叹息，没有人能够明白你，快乐不透明，痛苦不彻底。很高兴你一直不甘心这样放弃，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，有些泪需要休息。时光里染上的印记，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，去找回一路上存在的。始终看得清，尘土里。